以2024年为基准，全球人口一共有81亿6000万。南安统计厅预测，约50年后的2072年，全球人口将增加到102亿2000万，但南韩人口预计将从5200万减少到3600万。세계인구가 25% 증가할때한국은 30% 넘게 감소하는 겁니다이에올해세계29위인한국인구순위도2072년엔30계단하락할것으로전망됐습니다最大的问题是50년후의남한也摆脱不了倒数第一的出生率同时高龄化速度将更加快南韩官方预测今年占南韩整体人口 19% 的65岁以上高龄人口到2072年时将达到约 48% 接近整体人口的一半이렇게유소년인구가줄고노인인구는늘면커지는건부양부담입니다통계청은생산연령인구100명당고령인구비율인노년부양비가2072년에4배가까이증가할것으로내다봤습니다세계에서세번째로높은수준입니다한국人的预期寿命将从2022年的 82.7 岁提高到2072年的 91.1 岁但活得久不见得活得好南韩将迎来高龄者1000万名时代其中大部分长者无法安心养老老人贫穷的忧虑加深지난해기준으로보면고령자인구의 38% 인213만여가구가혼자사는것으로나타났습니다이들중절반가까이가생활비를스스로마련했습니다不少南韩高龄人士在退休后重回职场赚生活费独居高龄者的就业比例 32.8% 比去年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80岁以上的就业比例也扩大到约 20% 일양질의일자리있어야겠죠지금현재로서는주된일자리에서밀려난다음에노인분들이다취약노동으로가거든요60대는정년을연장하는방식으로70대는일과뭐그노후생활이양립할수있는그런专家建议要解决老人贫穷问题应该调整按年龄细分的老人雇佣政策帮助年长者开启第二人生首尔这一间行政大楼里新开幕的咖啡厅就聘请了年长者来担任咖啡师이정도면한몇점정도주실래요10점만점에제가있으니까8점 만60세이상어르신들이커피를만들어드리는시니어카페입니다이곳에서는총8분의시니어바리스타가교대로근무중인데요아직오픈한지얼마안돼4、5명의인원을추가로채용할예정입니다在咖啡厅开启人生下半场的咖啡师们因为忙碌感到幸福큰아들결혼을시키고나니까너무마음이허전하고집에있으니까우울증이올라그러더라고요바쁘긴한데너무재밌어요그래도일이없는게더힘든것같아요南韩地方政府加强辅导年长者就业集中在咖啡厅便利商店等年长者较能接受的工作场域不只是单纯维持生计而是让年长者在获得收入同时也得到工作成就感주문하신음료나왔습니다맛있게드세요 TVBS 新闻综合报道